儿子在搭建那个小厨房里面炒菜。今天早上起来，那个群里面，小区群里面炸开了锅，很多都变成了黄码。就是我们四栋不是有一个确诊者嘛，然后那一栋的楼有50%的人现在都变成黄码，哎，紧张的要死。然后我打开我的手机一看，还好我的是绿码。两个小厨师在洗锅了，准备炒菜了吗？穿了一件呢。好吗？你先把鞋吗？你先把鞋。你踩穿好了吗？哎呀，不行，他穿我的衣服。你穿小了的嘛，那你把钱拿来他买件新的嘛。你我还有钱。他还给我。被谁看到了？这发脾气，这小孩脾气最差了。看这个脸。抬起来，等一会儿放到上面嘛。我叫苏雅。他先把锅烧干。没电了。老早。快炒。放点油在一起，辣炒。好了。炒大炒短些。香，香不香？香不香？他现在可以不用，因为弄了水在里面，他可以按到去煮，把那个豌豆皮儿煮拿去，隔一会儿再来翻面。有锅盖儿的话就好了。就这个呗。好，解开方便。嗯。哎呦，你吃啷开方便嘛？一圈吃了就一半嘛。别，你别动，光吃了一半了。